霍建华、周迅、董洁等演员主演的古代宫廷大剧《如懿传》正在热播中。整部剧的剧情是围绕乌拉那拉氏如懿、周迅氏展开的，主要讲述继后如懿与乾隆的爱情故事。这部剧很多的人物性格都与我们所熟知的历史不太一样，例如富察皇后的董洁氏，她对如懿一直都记恨，就因为当初乾隆霍建华氏还是四阿哥实选的嫡福晋氏如懿，而不是他。直到最后临终前的遗言，也是要乾隆千万别选如懿做继后。可历史中富察皇后是十分善良的一个女人，从不害后宫的女人忌孩子。小编想，可能是因为她觉得在后宫生活已经是很苦命的，何必再互相争斗呢？后来如懿也是经历各种磨难才坐上了继后之后，可惜因为乾隆的猜忌伤了两人的情分，如懿也开始转变了。他不再固守不前，开始用手段慢慢铲除了身边对他下过毒手的人，首当其冲的就是嘉妃辛芷蕾氏。嘉妃一直是整部剧最腹黑的人，老是拿别人当枪使，从前是高贵妃，现在是梅嫔，后来又是纯贵妃，恐怕这后宫的女人没有不被她算计上的。这个女人真的是很聪明，每次都没自己动手就达到了想要的目的。可最新的预告中，这个嘉妃也要下线了。纯贵妃和已经下线的高贵妃比较下，都是傻傻的，有点小心机，但纯贵妃没有高贵妃的果断及心狠。太后也想让纯贵妃当上继后，表面上是因为她儿女双全，有富察皇后临终的举荐，可最重要的是因为纯贵妃好控制，她心机不够，又护子心切，以后一定会被太后牢牢地拴在手心里。可她却不知道纯贵妃已经被于嫔和嘉妃给算计上了。